门前闪闪发亮的马车吸引民众驻足拍照，推开门，水晶灯和金碧辉煌的走道映入眼帘。这是澳门知名的英皇娱乐赌场酒店，但最近却传出这项消息：澳门英皇酒店将于今年六月全面终止酒店的赌场业务，预估将造成500名员工失业，但仍保留饭店营运。之所以退出博弈产业，英皇集团坦言，疫情冲击是一大原因。澳门赌场生意大不如前，像是由朱泰、朱李月华家族所打理的澳门黄金集团结束营业，太阳城集团也决定转型成综合的度假村，不少赌场决定停损。澳门博彩官方也预估，原先全年赌场收入1300亿元，大约4600亿台币的目标并不乐观。昔日的赌场风光似乎逐渐走入历史。绰号洗米华的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卓华，去年11月涉嫌在中国境内非法开赌场，遭到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赌场罪等多项罪名起诉逮捕。结果现在这把火也烧到2007年成立的德进集团。德进集团2021年事业规模越来越大，已经超越洗米华的太阳城，而身价百亿、全靠白手起家的陈荣炼，除了是澳门博彩的中介人，事业版图还横跨房地产和仓储。如今德进集团步上洗米华后尘，官网和脸书都已无法登入。尽管澳门博弈事业衰退，还是引发话题关注。陈荣炼、洗米华同样穿着黑衣，在私人飞机上聚餐吃泡面谈合作，昔日并称澳门小赌王，如今两人却都沦为阶下囚。镜头前高调晒恩爱，安以轩老公澳门德进集团 CEO 陈荣炼发迹过程和澳门博弈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原本家住福建的他，小学毕业后先随哥哥搬到澳门，之后从学校毕业后便进入赌场工作，更发现澳门特有担任赌客和赌场中介的爹妈仔有庞大利益可图。这个职业不但让洗米华前锋雷快速崛起澳门博弈业，一头栽进去的陈荣炼也一举翻身，成为一号人物，成为澳门最大爹妈仔。掌握庞大金流的陈荣炼，不但在2007年成立德进集团，当上 CEO， 经营赌场，甚至还入股赌王和荣升三房陈婉珍的公司，财力雄厚可见一斑。事实上，陈荣炼和太阳城集团创办人、绰号洗米华的周卓华，可以说在澳门博弈业各霸一方。尽管两人相互竞争，私底下却交情不错。原本去年洗米华锒铛入狱，外界就认为陈荣炼有机会扩张版图取而代之，没想到他也同样被捕，两大小赌王中间落马。洗米华这一次哦很难脱离了，为什么呢？因为还连在海外越南啊，然后菲律宾的经营线上赌博都给你算进去，你知道，全部加一条罪，这边就3年、4年、10几年这样子，所以洗米华跑不掉。好，那安以轩，台湾的明星安以轩呢，她的老公也被卷到里面去。那么安以轩老公叫做陈荣炼呢，他在今年1月的时候呢，也被这个事情给约谈了，然后呢也卷到里面去了。根据中共的这个检察院的相关的起诉书里面呢，他有记载一些东西啊，那包括很有名的吴佩慈的男友，就有钱那个男友啊，纪晓波他自己的公司恒生公司呢，也是一样，也被卷进去。各位，因为听说是习近平一手策划这次的这个洗米华事件。国家主席习近平策划，就是叫我新上任的这个中纪委的书记，对不对哦？干，你知道吗？就抓，全抓。对，为什么呢？啊，原来习米华之所以能够在澳门这样子哦，而且还成为广东的政协委员呢，原来是因为跟一个人有关系啊，各位。跟江泽民时候所重用，专门在经济上面，然后在艺人的部分呢，非常造的曾庆红有关系。那曾庆红就是这个所有江泽民呢，现在说江泽民的这个等于说得力的助手里面呢，那他的财经实力跟操纵最强的一个，他们怀疑他是不是跟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曾庆红为主的江派的相关人的洗钱有关系。好，那讲到澳门赌场，我们看到澳门赌场现在是苟延残喘了嘛？那建明，以前台湾也有很多人在澳门赌场这边哦，也是赚了不少钱，可是还有一个角头，据说他惨赔了45亿呀、啊。对，我们台湾人有没有在澳门呢、啊？其实有很多的传奇故事啦，那包含有一个建商公司的老板有没有在那边？哎，几个月下来输了几十亿。那最久以前有一个神秘人有没有？据说是住在淡水，他据说只要是拉斯维加斯或者是澳门哦，要邀请他去那边赌场赌博的话，都会派专机来载他。哇，专机来载他去赌博，载他去赌博。但是几年下来也是输了百亿。后来这个神秘人有没有？哎，也慢慢的退出这个赌圈。那但是说到要赢的话，为什么好像讲好像大部分都是输？而是知道说有一个有没有一个兄弟，他是北投的角头，据说一个晚上啊，在那边赢了3亿多。这些人有没有其实都没有办法跟一个叫做林董相比。这个林董哦，他是干嘛？他是得到洗米华
的认同的台湾人之一。为什么呢？这个林董他早在很多年前的时候，他过去澳门经营这个贵宾厅。经营贵宾厅的这个概念叫做赌厅的贵宾厅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好像有我们在百货公司设正柜，你一个月你要达到多少的扣打、嗯、所以他那时候经营这个贵宾厅有没有，哎，一个月时间快到了，奇怪，这个量根本没有办法充足啊。因为什么？他刚到那边人生地不熟，带来的客人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这个投注量。他答应人家的事情有没有做不到，安内的闹鬼，他自己干嘛呢？自己下去拼。嗯，对，那时候就有人就看到他哦，看到这个林董哦，从早下去他就坐在贵宾厅，在那边龟缸的一滴滴撸，一滴滴撸，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在那边。在那边冲那个洗码量就对了，因为答应人家的如果没有做到，那就很漏气。他赌到怎么样子？他赌到啊，把也顺利的把这个转码量有没有冲到变成赌场的前三名？他说第二，基本上应该没有人敢说第一，就是因为这样子。洗米华那时候有没有看到说，哎，怎么会有台湾人？怎么有办法把这个转码量投注的量这么高，所以才把他征召过来。所以他们两个人有没有变成才一拍即合，变成合作上的伙伴、嗯？那其实这个林董有没有有一次啊，他在干嘛呢？有一个大陆的土豪啊，在他的这个赌厅的贵宾厅有没有？据说一个晚上啊，好像有赢了40几亿。对，但是这个40几亿啊，他自己也有对外面讲说，其实我们开赌场的一个晚上输几十亿，不是输就是赢嘛、嗯，这也是很正常。对，但是最后这个大陆土豪有没有？其实最终。他干嘛呢？他最终当下是赢了这些钱没有错，可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钱吐给了赌厅。为什么？因为像我刚刚讲的，不怕你赢，只怕你赌不久。金砖峰会登场，今年以视讯方式举行，五国领导人挤在小框框内相见欢，但金砖国家的野心完全不设限。为峰会开幕致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番话火药味十足，意有所指，很像西方中国情意相挺。这段时间饱受国际冷眼对待的俄罗斯，当然涌泉以报。И конечно, активно занимаемся переориентацией наших торговых потоков и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контактов на надеж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артнеров и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а страны БРИКС. 跨金砖国家最可靠，更放话转移经贸重心，加强与金砖国家合作，要在经济上全面拉开与欧美的距离。而中国不只是金砖国家中最大经济体，最新开发银行的投资占比更高达40%，等于掌握金砖五国贸易金流的生杀大权。而如今已开发国家正处在经济成长停滞期，推动全球经济的引擎从 G7 转向 E7，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产值早已超越 G7， 这对开战后众叛亲离的俄罗斯无非是最好的消息。金砖国家宛如普丁的最后救命浮木，更是对抗欧美的唯一出路。但普丁恐怕也不能开心得太早，毕竟一山难容二虎，在俄罗斯火力全开拥抱金砖的同时，与中国之间的权力平衡或许才是普丁的最大考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回访港已经是2017年，足足5年前，带着夫人同行，为期3天。而今年7月1号，适逢香港回归25周年，习近平也终于拍板定案，会亲自走访。中国官媒新华社证实消息，习近平会参加庆祝大会以及新任特首的就职典礼，可能搭高铁一日来回。不料香港疫情复燃，添加不少变数。由于香港疫情升温，预计将参加7大典的港府后任官员已经有至少2人染疫，这也将是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第一次前往中国境内以外的地区。从拥有40多年历史、被视为香港精神象征的水上餐厅珍宝海鲜坊意外翻船，到大火停电等，习近平到访前香港祸害频传，遭绘声绘影形容是凶兆连连，既耐人寻味，也为香港即将迎来的7大典难掩忧喜参半。好，在这段节目当中，我们还有另外两位来宾加入我们。首先，第一位是备役陆军少将于北辰，于将军好。千明好，大家好。好，另外一位是财经助理教授徐维智，维智好。千明，大家好。好，那我们接着就要讲到现在这个亚洲经济还有国际的经济会呈现什么样一个状况，因为大家很担心会有经济的风暴出现。我先请教一下瑞德哥，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金砖五国会议峰会召开，我们看到了普丁总统，那么他也是乌俄开战之后呢第一次在国际间亮相，那他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做面子给这个普丁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普丁已经跟他3次求援，所以这一次是普丁
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这个组织露脸，金砖五国啊，金砖五国事实上就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跟南非这五个国家，它比较代表是作为开发中国家啦，有别于这个 G7 对不对？G7 是先进国家嘛，那他们是开发中国家，但问题是，那这一次呢，虽然它有这个主题，那都不重要，因为那个什么主题反恐什么的都是假的，最主要就是让普丁来这个地方啊，发发牢骚，他们打算干一件事。什么事？干一件事情就是比照欧元搞自己的一个，比如说金砖几国的货币，让这个来跟你对付，自成另外一个。你看这次卢布被禁的话呢，你看俄罗斯就GG了，对不对？所以呢，他们想要发行一种新的，比如说金砖币啦，还是什么币啦，类似这样取代欧元跟美元啊，他们正在进行这样的一个这个计划。不过普丁也面临到一些很奇怪的这个事件，为什么呢？最近曾经保管过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里面一个上校退役了，但是他曾经保管过所谓的核足球，各位什么核足球？那么在美国跟俄罗斯的那个元首的旁边，都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箱子。旁边的人那个随扈拿的箱子是防弹的这个盾牌拉开就是防弹盾牌。但是他们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箱子呢，其实就是核足球。他的核足球呢，不是长得像足球，而是他的昵称啦。他把它一打开了以后，密码按进去就可以知会国防部。干嘛把核子武器射出去所以表示这个人这个上校呢，他是很重要的这个地位啊。他从上校联邦安全局上校退休以后去海关，结果呢被人家软禁在他家里面。然后他太太因为在前线太太在前线是个护理，是个医师啊，所以帮在前线帮俄罗斯的人这个阿兵哥在这个医治就对。所以呢，他在被人家发现这个人这个上校。被在自己的这个厨房里面被人家直接用枪开枪打他的头，这太奇怪了吧？在他们家的厨房，那很奇怪啦。那他的身份又那么敏感，而且他应该也是大内高手吧？对，他也算是大内高手，没有大内高手，光猛尼可以把这个核足球给你提着嘛？对呀、那个人一定是普丁非常信任的人嘛，那地位非常重要的人嘛。那除此之外呢，有一个俄罗斯23岁的嫩模啊，他自己在痛骂这个普丁呢，不应该入侵乌克兰是这个神经病之后。突然间一个月后不见了，人消失了。本来他去巴厘岛度假，结果突然间人在莫斯科消失了以后，那么后来案子是有破案子是发现他的男朋友跟他发生争吵。那为什么破案？因为这个嫩模自己拍了一段影带，竟然事先就藏在他自己的那个那播放，播放了以后，从那播放里面他说，如果我死了，男朋友干了。你知道吗？结果没想到说真的去查到男朋友以后，男朋友把他杀了以后，还半尸三天，最后把他装入行李箱，放进去自己的车子里面，再去等于说把弃尸就对了那也因为骂普丁，就莫名其妙被男友，一开始大家还认为说真的是男朋友吗？还是联邦安全局悄悄把他给做掉呢？对。那么其实中共最近这个动作也非常大，跟大家讲一个消息最近这一个礼拜，不知道为什么中国有一些地方的银行。他限制老百姓提款，其中有一家银行400亿人民币所有提款都不准提，你知道吗？另外有一家是一天只准提1000人民币。那为什么人家会怀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要小心啊！为什么？标喜中共是不是包括这些银行都在缺钱，你知道吗？然后呢，除此之外呢，那么中共20大在10月的时候将召开，结果他在7天之内针对了26个官员开闸。之前不是说有些中共的粮仓，他们是全世界搜刮小麦、玉米这些，然后全部藏起来，储存量可以让自己足供1年半没有问题嘛？那时候突然间就说这个粮仓为什么突然间失火？那个粮仓为什么失火？很可能就是贪污把它弄出去倒卖嘛。现在证实非常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26个人里面呢，包括国家粮食及物资局的局长请问一下。粮食及物资局的局长被抓起来了，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去报告双规，你知道吗？然后再双开，双什么叫双开？开除党籍，对不对？开除你的职务，你就等于 GG 了，在中国共产党你就 GG 了，就被抄家灭族就对了。他已经抄了大概1000多个党政军特，全部抄了。习近平现在又抓了26个人，他现在抓这么多人，就是告诉你你们这些人给我小心一点，不管你是江泽民还是温家宝、胡锦涛，全部要听我的。你敢给我造反？当然，现在他还有个最忌惮的，叫做李克强所以现在又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领导的干部、配偶的子女呢，那你经商的部分要。做出明确的规定，不可以随便这个等于说 去碰什么东西因为他在海外已经规定不准，你在海外不准给我持有什么银行的什么股份什么东西都不准，
配偶子女都一样，留学生都一样，现在是连国内都一样，所以呢，那么现在怀疑应该是跟他中共内部派系在习近平上任接任当皇帝之前啊，整肃有关系。哦，所以看到哈，现在有很多状况可能都跟派系的斗争有关，而且习近平在七天之内开闸，26个官员都落马。好，刚刚也讲到，就是说现在中国跟俄罗斯他们想要在经济上面结盟，还要创造新国际准备货币。但是我要请教于将军哈，我们看到虽然说在经济上他们想要结盟，可是呢，现在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他们都觉得这两个国家研发出来的军舰跟武器都不堪一击啊。这个早期的时候哈，大家对于俄罗斯遏制武器有一个想法，叫做既便宜又好用。虽然做起来没有像这个开美国的战机、美国的船舰一样这么样的舒服，因为美国人他是比较有人性化的，可是俄罗斯没有。就是很简陋，可是呢，性能没问题，所以大家可以觉得我少花一点钱买便宜一点的俄罗斯的制品，只要攻击能力一样，射击命中率一样，里面简陋一点没有关系。可是现在大家在俄乌战争中发现了一件事情，好像它不是只有简陋而已，它的性能也非常让人家担心。在这个顿内斯克，大家在看到乌克兰被打的时候，有一幕传到整个微博上，大家都疯了。为什么？那是一个 S 系列的防空飞弹，大家知道 S 系列 S300 S600， 它的射程非常的远，至少到5到15公里之外。可是这一个 S300 飞弹非常奇怪，它射出整个发射架之后还不到700公尺，它自己回力镖回来把自己的基地打爆炸，这是怎么回事呢？飞弹便宜到会打到自己发射的原点，这是不可以的。对，这太准了，太准了，打别人不准，打出去700公尺，直接回力镖回来打到自己。哎，对，所以现在全世界看到说，这还能买吗？这种飞弹其实出了什么问题？它的雷达导引出了问题。是正常的飞弹应该是我雷达导引超过1.5公里以后，它再放掉雷达导引，再由飞弹自己去自动寻标来找到目标，这叫射后不理。可是如果你的雷达导引出了问题，当你一出你的飞弹架之后，你的雷达导引就失效，那飞弹很聪明，它会立刻找到跟它最近的一个发射源，那不就是自己吗？对，就是自己，不就是自己吗？就回力镖就来了。这种飞弹谁敢买啊？你看它是在地上，如果这个飞弹是装在船上，不得了，打出去之后直接把自己的船击沉；如果是装在飞机上，不得了，射出去之后700公尺直接打自己。哎呦，你看过飞机射完飞弹之后自己回头赶快跑，被自己飞弹追吗？对，如果你买了俄罗斯的飞弹，就会这样。那么你说中国有多好？中国其实看起来很强壮，看起来很厉害哦。你看福建号下水之后，不得了啊！3条这个弹射系统告诉你，美国只有福特号有，我的福建号也有，而且美国还是经过了10几艘船的这个航舰的这个蒸汽弹射，才进化到电磁弹射。那福建号说不用，我们根本直接跳过蒸汽弹射，我就直接来电磁弹射。这个电磁弹射如果没有经过试验，没有经过技术转移，没有经过测试，会多惨吗？大家看到刚才那个回力镖打自己，这个电磁弹射，如果你的弹射是直接做到这么强的力量，电磁弹射的力量力道射出去的初速度比这个蒸汽弹射将近5倍，是5倍。那你的战机没有经过蒸汽弹射的测试，你直接挂到电磁弹射会怎么样？会跟我们用弹弓射纸飞机一样，射出去那整个弹弓的石头先出去，飞机留在原地，就是把这个飞机底下的这个挂架直接用百分之五百的力量直接射出去，飞机在原地没走。对，这会变成这种笑话。对，所以说航空母舰最厉害的是母舰还是航空？当然是航空啊，航空母舰上面没有飞机，那就是一艘船嘛。那你现在航空母舰福建号上面要载的是什么样的飞机呢？还是在山东号跟辽宁号一样的歼-15吗？那歼-15它是用滑板弹跳，它连蒸汽弹射都没有测试过，直接把歼-15挂在这个电磁弹射上，就有刚跟讲的一样，一射出去骨架出去了，整台飞机加上驾驶员原来留在原地，所以这会造成跟俄罗斯一样的笑话。可是呢，相信中国就算笑会躲起来让你笑，如果被像俄罗斯这样子拍到全世界的微博上放，那以后中国的武器应该没有人买。有没有人买？还真的没有人买。巴基斯坦心里想说，少又便宜，一修个短袜，这拿起来多过瘾啊，对不对？就买了，又可以跟中国做生意，讨好一带一路。最后，巴基斯坦现在终于讲实话了，他说：“你卖过我的船，你卖过我的飞机，你的保固5年，告诉你1年就没有用了。对，为什么？飞机飞出去，它的整个雷达系统是故障，整个船舰，我的引擎需要保修，我的引擎需要换零件的时候，你跟我讲说这么便宜，不用换，换一艘船比较快。原来买便宜不是便宜啊，人家买美系的北约的装备，如果坏了可以换零件，
中国的船，中国解放军所出的所有的装备，你坏掉之后，告诉你直接买一个新的。我们以前早期在台湾都用过山寨手机吧？对，有看过人去修山寨手机吗？没有，因为很便宜嘛，用完直接坏了就扔掉。对，山寨货就是这样。所以，整个大陆中国他们仿造的俄罗斯的产品，现在连俄罗斯的老大哥都出问题了，何况中国。那刚刚也讲到说，中俄他们研发了一些武器啊、军舰让欧美摇头之外，中国的房市哦，现在也让人家摇头，因为这个房市的部分真的是蛮低迷的。好，所以要请教维智，因为现在传出说，中国这边希望能够提振房市，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希望年轻人赶快去买房子，甚至还推出了全家接力套餐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这个外公外婆，也要帮忙去付这个房贷啊！这个厉害了哈，中国哈，只有你想不到啊，没有做不到的。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们美丽主持人讲的这个部分，这是河南商丘出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你只要有买小麦、买蒜头啊，这些钱都可以来抵这个所谓的买房子的钱，尤其是这个小麦可以抵到16万人民币。大蒜可以抵到10万人民币，16万等于68.8万了，那么10万等于43万，就是说你买的这个农产品可以抵这个所谓的买房子的，就逼你要来买这个目前一大堆烂的房子没有人买。那重点是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一些他很多措施哈，他还有什么措施？就是他甚至就跟你讲说，我们发那个房票，发房票就是我跟你征。等于说征收你的这个有一些房地产的一个土地了，但是我跟你房票说可以最高可以来到8%的优惠价，那么还鼓励你多买几套，甚至一大堆的优惠多借钱。如果这样干，你还不太来拿钱出来买，哇，更可能一招来了。这个我们的青岛啊，我们山东，我们余将军的老乡这里厉害了，这里他怎么想呢？他说哈，青岛那个街道办他怎么说呢？哈，你呀，恶意不买房的，你查到银行有巨额存款，与你提心谈话，教你来谈看看。你如果拿一堆钱，你的钱放在你的存款里头，你不把钱拿出来买房子，咱们就来聊聊天。我才打算跟你聊聊天。哎，那台湾哪里哦？民进党政府造了跟病一样。丢了。那这样子这样干，叫你说你哦恶意哦不买房。然后呢，您刚提到的那个接力贷更好笑。接力贷是什么情形呢？还有安居贷，安居贷是那个温州搞的。安居贷是说来啦，安尼啦，你卡给他买厝吼，前三档利息足低啦，后面27年等于说贷款30年，前三年你只要缴低的利息。那个我们的中国话叫羊毛出在羊身上，台语叫做骨卡骨来吧。你以为后面都不用缴钱吗？对不对？那你这个买下去之后，不就变套在那边了吗？ 对，啊，对不对？好，那你刚提到的这个接力贷更好笑了。接力贷是说，把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退休金，有点像我们的劳保跟劳退基金啊。你如果说你的劳保，我们劳保跟劳退哈，劳保有分60岁的，劳退要65岁以上才可以领退休金。一共安内啦，你阿公阿妈或者你爸爸们退休，你把他退休金拿出来，我们拿来一起买房子啊，好，可以这样哦啊。意思完了，你这接力贷，你已经贷款不是就你这一代，你可以贷款超过3代，所以我一直认为老公有可能会贷款超过4代，然后到5代同堂。有可能你甲第五代，你阿祖阿哥你阿哥阿哥阿哥贷款提出来，好不好？太惨了吧？啊，对，所以那还有一个状况是说，这个部分来讲还不够凄惨。我觉得说中国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共产党嘛，你看他封街封的。北京封的上海封的东北，老百姓都不会革命了，好厉害的吼！这个革命的心吼，为什么都不会拿出来？都不会反抗嘞。好，最近又在这个河南的一个新叫做新高区，这个区吼很不错。这个区他们的一个人大代表去盖了一个，利用他党政军特的特权去盖了一个，吸引了很多外省的那个人才。结果呢，有2000多位，里面481位硕士，189位博士。因为这个新高区有4所大学在那边，吸引到很多优秀人才，对，都高学历的，对吧？就是这类高知识分子，这种就后林宅嘛。来，结果到了买的房子，一买下去比附近的房价还贵，而且又盖不下去，踢不出来。这些高知识分子，将近2000多位的这类教职员工，告学给嘛后，一来动也掉。而且目前中国大陆，你看我们发现钱领不出来，半夜三更要去排队，就领那个1000块人民币的情形已经在各地发生。因为过去恒大也好，还有很多房、很多那个大型的公司房地产，钱都不一样嘛，所以共产党是没有钱的嘛。所以为什么中共的你们那些小粉红，把回去找你们的高官，
那个每个高官、每个书记的钱都放在家里头，很聪明，他不会放在银行，因为放银行会领不到钱。对，放在家里头最好了。所以说，中国这阵子里面，不要说是这个民生问题，这个经济的，还有包括我们看钱的问题，房地产问题点，可能在后面一波这个事情哈，也爆发更严重的问题点。원달러환율이장중1,300원을넘어선건2009년7월14일이후12년11개월여만에처음입니다不止韩币汇率一度创下十年以来的最新低，菲律宾披索也走贬，香港金管局甚至进场承接港币，从5月13号起13度进场买了957亿港币，约合台币3633亿来护盘，而日币更是贬得夸张，连从国外返日的日本民众都直呼在日本购物实在好便宜。日币持续走贬，已跌破136日元大关，创下24年新低，也让专家示警。有金砖四国之父称号的经济学家奥尼尔最近表示，由于日币对人民币已跌到了90年代以来最低水准，要是持续走贬，中国很可能受到威胁，甚至进一步出手干预，也可能掀起一场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但北京当局更关心的恐怕是人民币对美元的大幅贬值。外媒报道指出，北京会担心升值削弱出口的竞争力，中国央行设定的人民币中间价一直略强于分析师的预期，因此绝对不希望汇率全面走贬。全球通膨加剧，亚洲食品价格涨价幅度再度往上飙，接下来的夏季瘟疫和热浪恐怕会让粮食危机更加严重。乌克兰战争影响으로올해들어밀등국제곡물가격은 30% 안팎으로뛰었습니다여기에미국과남미등에서는이상기후로작황이부진하고印度는아예수출금지령을내렸습니다。全球局势不稳，物价攀升。根据野村投信资料显示，今年五月，除了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食品价格年增率飙到5.9%。随着谷物原料变贵，导致其他食品跟着寒涨。野村也预测下半年食品通膨速度会再加快。유엔은그래서이번얘기가핵2차세계대전이후의최악의식량재난이다라고경고했습니다。不止投信，联合国也警告，目前全球面临的粮食危机可能会比二次世界大战还要糟。前阵子出现小麦缺货，稻米也被点名会是下一个涨价对象。以米为主食的亚洲国家，像是日韩、台湾，恐怕都得绷紧神经。民生用品涨价最有感，台湾的韩食业者表示，虽然南韩物价真的贵了10%到20%，不过目前价格尚未影响台湾的进口产品。原料和谷物不再便宜，连带影响肉品和主食，通膨效应持续发酵，全球粮食危机恐怕日趋险峻。好，宪哥，现在大家也担心说，会不会亚洲金融风暴要开始了？尤其我们看到日元弱，韩元贬到13年之低。好，这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好，那亚洲金融风暴在1997年到目前来讲，刚好是25周年。那现在呢，我们从整个全世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有一点点就像台风一样，已经看到台风眼了。哎呦，那这个台风眼会不会形成？当然希望不会，但是我们还是要预防。那首先我们来看货币，那货币来讲，贬值升值，它是代表一个货币的购买力。我们先来看美元，美元是全世界最强势的，它光是从2020年，也就是疫情之后，它的指数已经升值了15%。那今年来讲，升值了8.8%。那我们来看日币是创25年来的新低，那新低就是贬值了哈，贬值新低。我们感觉日币好像越换越多嘛，是不是贬值了哈？那贬值来讲，它已经贬了23%哦，贬了23%，对美元来讲，等于说美国人的钱短呀。你以前你的2020年你入票100块的时阵，日币100块的时候，美元1块钱跟他买。那你现在同样美元1块钱，日币贬到130，你可以买135的一个日本的东西耶。那这个中间你不是就赚了35块吗？35块那不得了，35%呢。那同样的韩元也是一样，韩元今年贬了8.1%，但是从2020年贬了16%。那台币呢，整个来讲才贬4.06，所以台币反而贬得少。那贬值对外销是有利的，对进口不利。那这个地方我们真的要佩服日本，日本贬了这么大，当然是日本的 CPI 只有2%。哦，也蛮好创诶，但是对台湾来讲，
哦，这个真严重啊！因为台湾的工具机跟日本刚好是一个竞争的对手。我们全世界如果尤其台中就工具机的重镇，如果全世界工具机把它分成一二三名的话，第一名是德国，第二名日本，第三名台湾。假设同样一个机台，那个机台的功能都差不多，那德国的100万台币，我们都用台币了哈。德国100万台币，日本的80万台币，那台湾的60万台币。现在日本的80万台币已经卖到60万台币了，那这个时候你台湾哪有竞争力？所以现在很担心。当然最担心的是韩国开始，韩元已经贬到了将近1300元。那尤其是韩国呢，它今年的一个整个逆差贸易的逆差138.22亿，但是在1997年那一年，它的贸易逆差是多少？是95亿而已。那如果1997年韩国整个国家差点垮掉哦。IMF 国际货币基金整个要借钱给他，他没办法，他整个国家就卖掉了。所以大家担心这个亚洲金融风暴会不会从韩国那边开始形成以后影响到台湾。所以现在大家担心的就韩国的事情会不会复制在台湾，如果复制在台湾的话那怎么办。第一个我们来看上一次的出口逆差的话，你看韩元是贬到2000韩元对一美元。那目前来讲，三星哇，三星这个落了够深的，落个四成。那三星跌四成，台积电跌29%，大家担心台积电会不会补跌？那如果台积电补跌的话，我们的护国神山补跌下来，那台股会跌到哪边？这是等一下我们要来解读的。另外，韩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包括通膨，包括股市重挫，台湾会不会被韩国拖累？反观这边来看的话，那台湾真的会补跌？为什么？因为全球50%会步入衰退。那你现在美国这一次，我们台湾这一次从最高最低点，我们跌差不多18.97%了。但是美国道琼跌将近20%，美国的汇成半导体跌37%。那如果汇成半导体跌37%，我们又看到三星跌40%，那刚好啊，37%跟40%不是差不多？真的。那台积电，你凭什么支撑在这边？所以大家很担心，如果这样一跌的话，会不会跌到12000？所以大家在这边真的要抓咧蛋，真的政府要未雨绸缪啦。你看看南韩现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了股市的重挫，还有像是通膨升息等等，大家也担心亚洲金融风暴会不会又发生哈。好，讲到亚洲金融风暴，为止我们看到就是在之前其实有这个中国协王，他其实是个台商哈，那当时他也有这个很多的故事出现，而且这个人他就是在前一阵才刚刚过世的台中的黑派大佬张文仪哦。你刚刚提到这个阿基啊，张文仪这个我们中部的大佬，他的公司在1988年，在这个等于说刚改革开放没多久，他们就家族到中国去，等于是台湾第二大在中国设厂的，而且他营业额在后来几年竟然年度的营业额可以来到250几亿之外台币了哈，另外一年卖5000万双的鞋，甚至在20几年前就已经每年你1000家的这个家数哈，那家很有名了哈，达开头的，到后来8000多家，他历经的就是你看你提到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那么张文礼前立委他后来在又遇到了什么状况？1999年跟一个我们中部另外一位曾政仁。我们广传广商建设的曾政仁，他们去搞一个顺大运的案子，所以他自己也后来也跑去深造。那么这个案子也因为他亚洲金融风暴那个缺口，缺了2-3千万美金，所以让他那个公司有受到影响。不过因为过了金融风暴之后，他们因为鞋子在中国大陆随之那个他们的生活品质提高，鞋子的通路又卖得很好，所以又上来了。那最近这几年又变不好，原因就是因为从8000多家降为到剩下800多家，原因就是实体通路被网购给取代掉了。那么这个张文礼立委在10天前走掉了。他过去是30年前哦，华硕也跟党，他担任过一届国代三届立委。他是黑派的超级金主，他们家有做米粉，有做米咖，有开便衣，还有像很有名的卖场，都他们家族的。这个人做人就成功哎，他走掉才37年是的，阿龙叫阿基亚啦。那么这个人，他当时现在目前在海线化罪也跟党某某哈、哦、黑派大佬的，在30年前只龙叫救急呢。这个张文礼前立委他怎么干？你知道吗？他说、哦他的说辞这样子的、哦、他说阿内啦，我公司级别在当啦哈、哦，啊不我这七八十万哈、哦，你提去用啦。意思他要
亏小条的，不要亏大条的。所以很多黑派要选举的或地方跟他有渊源的人都来找他融资啊。所以他做人很海派，也很成功，做人开始不一般。但是他在立委的任期的话，按照这个《金周刊》在2002年1月24号有写到一个，就是说缺席率是等于是前面几名了、啊，很多人不知道他。就要进去的时候，张文仪先生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哈、他要进立法院，警卫把他拦下来。对对对，他说我两届立委嘞，说我一次都没看过，没有看过你、啊，一次都没看过，熟啊，真的啊，快点。那个，因为我们的那个立院的那个警卫哈，都会一个一个认识嘛。啊，我们邝格力啊，所以他是缺课大王了。金周刊给他列为缺课大王。那后来他因为后来也就没有再继续从事、他说他本人哈，一做不还插进低啦，插进低哈，还个开时间，还个开钱，啊，个不完喏。所以他后来就淡出政坛。那他的这个，因为后来这几年他有点中风了，所以身体那个，但是他的孩子旅居在加拿大。昨天问了他们的好朋友哈，都到中国，到加拿大，让我邓来啊，就这个礼拜要送他嘛哈。那比较可惜就是说，这么一个黑派的一个前辈，的确在黑派里面，在没有钱，在没有这个更大的一个经营的话，是由他当老大哦。那当然，他过去有他的一个风光岁月，当然有一些风风雨雨了哈。不过毕竟过去也是台湾之光，曾经把他的鞋子在中国。而且当时在整个福建，他们还遇到那个谁，遇到习近平呢。习近平在福建担任那个书记的时候，所以我们台中有两位大佬，我认识他的福人社的一个前大佬，他说他现在可以打电话给习近平了。哇，真的，我看那个名片上，他说那你可不可以之后打给习近平，万一有需要打台湾的时候，是不是讲一下啊？所以说这一些做鞋子、做帽子、做这些啊劳力密集产业的早期的。在福建的台商跟习大大都有点关系了、有渊源呐、哈。好，那讲到我们刚刚说这个亚洲金融风暴，大家蛮担心 会发生。那但是中国的金融风暴是不是已经展开了呢？哈，那明宽，我们看到就是现在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出现，就是从都市到乡村都出现了挤兑潮，甚至有人就想说他要用支付宝提现金，结果被告知说要1000天之后才可以领啊。这个叫一叶知秋哈。我简单说一下，地方金融破洞百出，但是资金断裂呢，中央不管，所以现在很多银行出事，对不对？中央说那是你们地方的事，那地方说双手一摊，我没钱呐、啊，那没钱怎么办呢？没钱就只能够上下其手，这卡丘，这卡丘不要拿走呢，就干单。你领钱的时候给你百般刁难，那你领不到钱，他们的资金的一个缺口，短线就不会有那么明显的。但各位。真的挡得住吗？我认为长久挡不住哈。之前从地方的小银行沿路一直烧到现在，包括了农民银行，一天只能够领1000块人民币。好多农民说，这钱是我的、啊，我要去买肥料，我要去买种子，1000块买不到啊，我要多一点点钱。他就说，那你就多来几天吧。各位，这种我一天还对不起不？嘿，你也急呢。可是各位，农民银行这已经是四大行了，全国性的哦。想不到最近呢，在深圳有三家的中国银行，他们也超狠的，为什么呢？早上6点钟，大家赶快去排队，对不对？那排队完之后就大排长龙嘛，那就每个人进去领，每个人进去领。那很多人这时候就想说，奇怪了，为什么这么做呢？他的做法怎么做呢？他就把人工领钱，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机器领嘛，人工领钱用两柜，然后呢，大排长龙，对不对？那很多人就说，那个那么笨。人工领钱领不到，你去机器领就好啦、各位，人工那边都已经没有钱了，机器里面怎么会有钱呢？所以机器里面放的钱也很少，所以外面有十几台提款机哦，拍谁来电动康康，你进去他也是没有钱可以领，就是产生这种事。那现在还有更诡异的事情，各位都晓得中国、我大概在6年前去中国的时候，第一次用到支付宝，我吓一跳。为什么呢？我要打给宪哥钱，咚就过去了。然后呢，瑞德哥要给我钱，咚他就打过来，我就在手机上按就好了、我说天哪，这个还有谁要到银行去啊？那支付宝用了这么好之后呢，想不到最近支付宝出了一件大事哦。哈尔滨有一个市民，钱很多哦，我在猜他有在做生意哦。中国人他们平均的存款大概只有4万人民币左右，但这个人也算大户了，他在里面存了大概46万8千多块钱哦。但重点来了，请各位去注意，他这个钱被锁住了，对不对？要锁几天呢？我们镜头稍微带一下，要锁1083天。多久啊？3年哦。对，
要超过三年，然后他就很急啊，他就去看啊，他就说我的这个存款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可以锁我手这么久呢？他们就说哦，你这个钱呢，疑似有违规，疑似有违禁哦。那我今天早上还特别去查哦，他们是说大概电脑的控管有问题，这个是现在我最担心的。刚才将军有说一颗飞弹，那颗飞弹我吓一跳，他怎么会雷达锁码出去跑掉呢？这个代表什么呢？很多的内控没做好。同样的，今天的阿里巴巴这个内控，今天可以出现在这个人的身上，下次会不会出现在你的身上？哎、你的钱存在里面，然后你要去用的时候，对不起，你不能够领，一锁就锁住了哈。所以我们来做总结，我们刚特别跟各位说到哈，资金断链，然后中央不理，中央为什么不理呢？那个是你们地方的事，可是现在很多地方性的银行，它虽然背着大招牌哦，全国四大行、中国银行、农民银行这大行嘛，对不对？可是你里面的钱你就带出去给阿狗阿猫，你不知道是谁啊。所以最大的问题在哪边呢？还是在房地产，欠品还是在房地产。所以现在对于整个地方的任何很多银行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是这个窟窿现在还不是最大的，现在很多的窟窿是过去很多地方，中国中央跟地方财政是分开的哦，中央归中央财政，地方归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很多你要自筹，所以很多人他就卖土地嘛，所以房地产是龙头，一路往上走。可是这些所谓的地方的财政，如果跟这些民众的钱通通混在一起，然后被这些能力好的人大政协牛鬼蛇神通通把这些钱都搬跑了，搬跑了完之后呢，过去哇风好水好，大赚钱，赚得盆满钵满的，哎呀还钱嘛，怕什么？所以经济还能动。可是现在如果说呢，这些大公司们，这些房企们，房子都卖不动了，你拿大麦我也给你换，你拿蒜头我也给你换，你拿猪来我也给你换，什么都给你换，他就你只要有人来付贷款，他就跟你求爷爷告奶奶的都谢谢你了。如果真的房地产真的搞不动的话，我认为这件事情一时半刻解决不了。哎呦，这真的很可怕哈！所以看到中国这边的经济问题现在看起来很严重。好，那我们接着要来看看，在这几天呢，大家也非常关注的环太平洋军演629登场。那大家就想到台湾的汉光演习，七月份的时候要登场嘛。但其实哦，每一次的演习，大家都很怕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对不对？好，其实将军，我汉光演习应该参加过超过20次了。20次，对，超过20次以上。那每一次都有危机，但是有的危机处理得很漂亮，有的危机是放任它不管，就变成新闻的大爆点哈。那我们可以想到，大家想到的比较近的一次是2006年，有一发托式飞弹，在射击的时候就直接在总统前方大概2公里的地方直接落海爆炸，所以当时很多人说哇，这很大场哈。那其实这个是危机处理算比较好的，怎么处理我等一下再讲。我先再向前推2003年的那次演习，也是阿扁在主持，那时候阿扁正在努力的在推三大军购，总共要6108亿嘛，三大军购后来就一直被挡，所以阿扁就说好，那汉光演习就不要再花拳绣腿了，就给他打实弹哦。那么刚开始就说那就让宜兰在宜兰立则检，叫宜兰所有的这个人民老百姓过来看啊，看看我们国军有多么的强大。那当时国防部长说先不要，喂，先不要，因为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万一发生什么危险对人民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关门演习。第一次射了 一枚、SUT， 什么叫 SUT 的鱼雷，就是水面水下双向自动导引系统，就是我可以打水面舰也可以打水底舰。这个鱼雷不简单，是透过了印尼跟德国买到的。为什么不直接跟德国买？人家不卖啊。对，就跟当时买 BNT 疫苗，人家不卖啊，所以要透过了第三国。后来买回来之后呢，买了将近有100枚哈，那一直都没有用。为什么不用呢？没有地方可以打啊，鱼雷要去哪里打？海底没有靶场，只有等到汉光演习，那是开破天荒第一次在演习射击鱼雷。那么在预演的时候，我们就先射击一发，那一发射击出去哈，哇，不得了，怎么了？就跟那个俄罗斯那一发一样。射出去是要做先雷达导引控制的，那因为在水底要用声呐，声呐波后来失效，这个鱼雷一出去开始到处追我们自己的海军的船舰，哇，海军的船舰那时候闪躲的技术多好，还好 一辆都没被打，一艘都没被打中啊，那这个鱼雷到哪去不知道，不见了。当时海军司令部就讲说这不得了，鱼雷不能失踪啊，可是就是找不到，遍地在立则检海南就找不到。过了2天之后，哎，那渔民在捕鱼啊，丢多鱼啊，你知道，整个捞鱼捞到大鱼，捞上一枚鱼雷来了，捞到鱼雷了，哇，那真吓坏了。那国防部开了检讨会，拔掉了很多人。那一个礼拜后正式演习，那在演习之前有做过一次试射，就是补考嘛，你不及格就补考，哎，补考命中目标。那正式演习之后，就是阿扁总统就来主持啦。那我们那个司仪就说，现在总统请看前方的潜舰啊，潜舰
露出一点点的头，发射鱼雷，目标哎、欸、怎么没有击中？哎、欸嗯，又不见了，又完蛋了，鱼雷又不见了。大家看那个渔船，我上面所有的那个潜舰、水面舰吓得开始闪躲，你知道？阿扁说：“哎、欸，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阿扁没有当过兵嘛。好、嗯，报告，这是闪躲队形哦，闪躲队形。然后这个危机处理不错啊。哇，吓坏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四姨被骂，因为四姨傻眼了，那是总司令去回的话啊，四姨就傻眼了。后来三年后就到2006汉光22号演习、嗯，那么海军就说不要再打鱼雷了、啊，鱼雷第一个不好看，第二个太危险了，不要打了哈、哦。所以这个就打什么，就由陆军来打，由陆军的反装甲连就是要射托式飞弹、嗯，用托式飞弹横越过这个参观台前面，然后去打海上的目标，大家觉得很棒。经过了几次试射也都很棒，很准啊，一次打两波，两发，然后两波就爆炸得很漂亮。后来等到正式演习之前，那时候我已经升上校了。那么长官就说：“欸、你去那边看一下。”那我就之前就去跟那个司仪讲，我说：“欸、如果没打到怎么办？”他报长官：“我们演练过几百次了每次都会打到。”我说：“我告诉你，三年前就在这个地方，鱼雷就到处跑，我就在现场追着跑，盘到处跑啊。”对，当时总统都傻眼了，他还好总统不懂、哦，那个所有的军官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应变，有一个变通的。万一有一发飞弹没有打中，或是掉下去了，你要有一个说法，你知道吗？是啊。哦，他就说我去跟我长官报告，他的长官就来问我说：“哎，那我在国防部嘛，哎，长官有什么指导？”我就把这个经验告诉他。那当天晚上他们不知道做了什么事。第二天，2006年的汉光22号演习开演，总统坐在那个地方开始看，说：“哎，这一次我们开始要展现我们国军的威力。”那天还请了所有宜兰的老百姓来哦，坐得满满的，司令那个参观台上都是人。这个司仪就很高兴啊，参观我们汉光22号演习，看到我们的反装甲弟兄飞弹发射，然后发射出去两发，砰，一发命中，另外一发掉到海里面去了，你知道？嗯，掉到海里面去了，还就算了，还冒烟。哇！还冒烟就突锤啦，怎么办？对，老百姓就来问他，哎、欸，这怎么回事啊？阿扁就说，哎、欸，那个参谋总长，这有正常吗？嗯，哦，还好司仪，真的、真的还好司仪说，一发被解放军拦截，我们再发射第二波，砰，命中，然后大家鼓掌哦。那还好你有先救他、欸，哎，哇，这一发距离阿扁2000公尺而已，就在2000公尺前面落地，所以阿扁吓到说：“哎、欸，参谋总长，这有正常吗？”参谋总长说：“哎、欸、呀、欸，这个啊，马上司仪又补一句了。对，那其实正不正常？当然不正常啊！飞弹会掉到总统前面2000公尺，那是不容许的、啊，不行的。哇，当时陆军回去就差点没有开检讨会，开一个月了哈。大那个发射的那个吓得哔哔窜，你知道吗？那不是他的错，是飞弹检验的不够。后来就发现了问题，就是托式飞弹不可以打海。”因为托式飞弹中间有一根钢索，那个钢索一公里之后它会下垂，那个有地心引力嘛，当被海水吸到之后，那钢索会会短路，一短路那个飞弹就失控啊，就乱飞啊。还好那个飞弹短路是掉海啊，如果像阿扁这边走来，然后就要总统要重选啊，对，所以说当时非常的危险。那从此之后，美军也来看，美军就说是谁叫你们飞弹打海的啊？啊，我这1000公里1000公尺没问题啊，对不对？那飞你不知道两条线会饿死吗？对不对？他说照技术上不会啊，啊，你们的飞弹摆了20年了，那个绝缘体都坏掉了，一碰水就饿死啦、啊。所以那次开始托式飞弹淘汰，那次开始我们的托式飞弹全部淘汰，就换就重新来购买标枪，就是这次乌克兰那个标枪、所以标枪是这样买来的，是，所以很多的演习。千万不要买了武器不用，所以很多人说、不要用啊，武器很贵啊，不用，买武器不用要干嘛？你不打仗的时候就要演习，演习就要打实弹，对，所以说那一次开始，所有的军购开始受到重视，所以阿扁就说：“你们国防部啊，不要没有数哈、就拿武器在那边展览啊，拿出来给他打一打啦，啊，不打的要打到我要怎么办？”因为他回去之后，就有人跟他讲：“报总统，你很险啊，差点打到你啊。”好交代这样。那好，他就说：“打到我不就要重审了吗？”不用不用不用，那个李秀莲会很高兴，直接当总统哎。所以这个演习就是这样，演习视同作战，不能开玩笑。好，这个敏宽，我们看到马云他最近又出现在西班牙，那大家就想到说。他上次出现在西班牙的时候是被20个公安押到那边去变卖他的资产的嘞。上次马云他是在刀尖浪口上面哦，所以他那次是被20个公安押过去。但马云突然间会出现在西班牙，真的一趟路去那边打球吗？我认为这个还是事有蹊跷哦。我们先来看马云这一条豪华的整个游艇哦。先跟各位说，真的好美哦！这一条游艇，我个人在预估，这条应该要价值台币大概50亿以上，它报价是报80亿啦，但我认为是不到，大概是在50亿左右这一期的，因为它没有游泳池，而且它也没有直升机的停机坪，但这里面已经够豪华了，里面接近都5星级的哦。那马云现在跟各位说，马云他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哦？
马云在过去江泽民的时代真的是好风好水。先跟各位说，我刚不是跟各位谈吗？那个支付宝哇，好方便哦，把所有的银行都打死了。中国其实在十多年前曾经开过会呢，所有的银行开会，他说如果我们再不好好的检讨的话，我们就要快被阿里巴巴跟整个蚂蚁金服给打死了。那真的是不是打死了呢？当然打死了、啊。为什么？年轻人所有的人钱都放整个阿里巴巴里面啊，又简单，买保险、买基金、买股票，包山包海，时间点到还给你优惠，过年还给你抢红包。什么叫抢红包呢？他就给你设定额，对不对？嗯、看谁手快，那手快他就對對對、哦、多少钱，直接拿你的户头，很方便嘛。后来习近平很不开心嘛，他都说你是浙江新军的，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那这次他会到整个西班牙去，是不是又要变卖一些之前所藏匿在整个欧洲的一个资产呢？这个我们再来看哦。但这次来看的话，马云他压力没那么大了。但我认为哦，一个英雄最重要的是战场。如果今天马云哦给你再多的钱，但是你呢，你过去所开辟的什么阿里巴巴啦，什么事情你都不能做。各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马云无所事事？过去马云好爱讲话，话特多的。现在呢，打高尔夫球、唱歌、开 pub。现在呢，马云整完了，再整谁呢？最近来跟各位说，最近在搞刘强东。刘强东今年五月的时候卖了人民币3.76亿的人民币的股份就卖掉了，对不对？六月份又卖，而且这次一卖卖不得了啊，卖18.7亿哦。很多人都说你卖这么多你要干嘛呢？那目前来看的话，很多人在猜这个是保命钱。为什么是保命钱呢？第一个，中国这几年过去，当然他们的整个经济是非常非常好的，顺风顺水的。那但是最近两年呢，经济在逆风当中。去年开始，他们也在做所谓的共同富裕嘛，搞得所有的有钱人头昏眼花的。但我认为这个到现在应该是告一个段落。你知道为什么吗？最近其实要去观察李克强哦。李克强他这次不是出来哇，拿了一个大旗子，反正这个是总理人生最后一搏嘛。他如果这次搏赢了，搞不好有机会上位。那如果没搏赢呢？没搏赢就跟他本来一样嘛，他没什么好输的，他就是到所有的大长官们的所谓的退休公寓去，因为他们美国中国的长官，他们有一个社区，里面就是专门住退休的大官的哈。所以北戴河会议下个礼拜要看，但刚跟各位说哈，李克强讲了一句，我们现在要维持中国的商业利益。意思是什么呢？去年哦，拍谁啦？打到大家头眼花了。今年开始不会再打了。但现在呢，再跟各位说，现在中国的整个商业状况元气大伤。那最后要请教宪哥了，很多人想问说，台股本周这个15000守住了，那到底下个礼拜可不可以去抢短线啊？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结论了。下个礼拜当然就是一个触底反弹的一个机会，可以抢短线。那原因就是第一个，美股已经回魂了。美股为什么回魂？因为最近光是石油从高点下来已经跌了14%，那天然气跌了35%，另外这个小麦呢也跌了27%，所以六月的 CPI 绝对不会超过五月的8.6%。所以最近美国他投资人的气氛认为七月它不会升三码，应该会掉到两码。很多人担心台股会补跌，所以这一次只是先反弹而已，以后会不会再破底？如果破底的话，现在看最坏的是12000，也有人说13000，那这个是以后再讲。不过下个礼拜应该没有问题。那你一定会问说，那反弹到哪边？应该是650点到850点的一个空间距离，希望慢慢走。个别股如果能够弹到十日线，然后能够站稳十日线的话，那这种股票这样算是不错的。那如果没有弹到十日线，这个股票你就是要很短，因为抢反弹跟抢银行一样，不管警察有没有来，你都要跑。你不要有人哇，警察没来，慢慢抢，还三分钟都还照啊。所以下个礼拜手脚要快，而且你因为轮涨轮动，所以你在选股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也要跟着它轮涨轮动。